这么多年的兄弟，有谁比我更了解你？太多太多不容易，磨平了岁月和脾气。时间转眼就过去，这身后不散的宴席，只因为我们还在，心留在原地。张开手需要多大的勇气，这片天你我一起撑起，努力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，好好的这好好珍惜珍惜。听到我说话的打个一，好吧。不需要用到太多的技术上的东西，所以大部分就看文字跟听我讲话。清晰度是我这边设定的，设定的是普通了，不是高清。那下次直播开始我就设置为高清。那个大鼻子，你是不是叫魏立超啊？时候遇到很多挫折的时候，我就会听这首歌，然后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会哭。那我现在把这首歌放给大家听一下啊。
送出柯受良的天和地。漂泊那地区，不知明天会在哪里，别要求乡里铁了一颗心，男儿的路自己已经走，时间冷暖独自尝，熊熊烈日烙在身上，肩并肩双翅拼红了双眼，北风吹来也不解难辞，黑夜冷雨中分不清脸上是泪还是雨，直到生命中有了你，寂寞沧桑渐渐远离，曾经轰轰烈烈追逐着天和地，把回忆留在风里，你却如此甘心用爱给情守住有我的每一场戏，所以一点一滴将我托付给你，天知道也为我欢喜，因为我的心躲在你手里，你老天荒紧紧相依，手机那个网页卡的朋友呢，有可能是你网速的问题，还有你可以尝试用手机版来看直播，或者用手机的微博。一生漂泊哪里去，不知明天会在哪里，别了就像你铁了一样，男儿的路自己已健康，时间冷暖独自尝，熊熊烈日烙在身上，肩并肩双翅拼红了双眼，北风吹来也不解难缠，漫长黑夜冷雨中分不清脸上是泪还是雨，直到那现在屏幕左边的是我们的RPA 公众号的二维码，还没有关注公众号微码的请扫描，右边是我的个人微信，然后你可以加我，没有入群的朋友加我，然后我把你拉入群，现在我们一群已经满了，二群呢刚刚满100人吧。曾经轰轰烈烈追逐着天和地，把回忆留在风里，你却如此甘心用爱堆砌守住有我的每一场戏，所以一点一滴将我托付给你，天知道也为我欢喜，因为我的记忆躲在你手里，地老天荒紧紧相依，地老天荒紧紧相依。跟我说了，因为这一节课呢主要是以不会有技术性的东西，所以这节课这节课的那个内容呢不需要看高清的图片，这样呢大家都网速快一点。签约你帮我约个经纪人吧，好吧八戒。只是是一不免怨叹，那这首爱拼陈慧妍很适合我们做外汇的一个，我觉得每次听这首歌我觉得很搞笑。每日水茫茫，无魂有体面像稻草人，
是是一不免怨叹，一是落魄不免胆寒。那那个玛丽，你想问什么？麦的声音等一下就大了，我现在调小的啊、哦。刚好一分钟把这首歌听完。谢谢松雨爸，谢谢松雨爸。噔噔噔噔，上课铃响了，那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。大家好，我是 Robin，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进行网络直播授课，然后很多东西都准备不充分，然后感谢大家理解。首先那个谢谢刚才给我送出礼物的各位朋友啊，非常感谢，这是对我的一种鼓励吧。那么我先把麦调大一点啊，稍等，在哪里啊？这里，调最大了。然后我这边的现在如果现在不是那个提问时间啊，我就把这个互动消息这个给屏蔽了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讲的是上的是第一节课 ，Price Action 第一节课。那在上课之前呢，有些话我在群里面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就是说大家来找我是什么样一个目的来找我？那肯定大部分人啊，是因为在这个外汇交易中啊，经受了不少打击，经受了比较多的损失，爆仓啊，心理受影响，各种都有。然后我就相当于一个医生吧。你们来找我看病，那么我肯定要给你们开处方，对不对？那既然你们来找我了，我给你们开出这张处方，我希望大家严格的按照我给出的一个处方去进行治疗。那不然的话，我给你一个处方，你又不去治疗，然后这个病治不好又来怪我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我说的，在群里说的，拉不出屎怪马桶。这全屏啊，全屏的话你手机上右那个屏幕右下角有个双箭头，一点就点开了。然后今天我们来进入我们的主题啊， Price Action 第一课。然后我们以前有一个六词真言的，今天我只放出四个来，我们先做好这四个好不好？简单、明显、自信、快乐。然后呢，下面一句是我今上课之前刚刚加上去的，就是放弃无谓的复杂。那么09年我上课的时候，我唯一跟大家的一个约定就是说，三个月的模拟，
其实这三个月的模拟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拟，就是说三个月模拟你能稳定盈利了， OK， 你拿我们的 price action 去试盘。那今天这一次呢我们上课呢我就增加了几个约定，那这个就是我开出的处方了，大家看好了啊，这是我的处方。那么大家现在如果要进行治疗的话，严格按照我的处方去做。首先第一点，无指标，没有指标，那原因啊等一下我一个一个讲下来。第二个，三个月模拟。第三个， hour four 以上的交易周期，就是说我们可以交易四小时，一天，一周，月图。第四点，不关注这个市场数据。第五点，看盘不盯盘。第六点，就是说不混用系统。那我们一个一个先说过来啊。如果断线了或者怎么样，你们在这个微信里面那个 at 我一下啊，好，谢谢你。第一点呢，就是说我说的是无指标。为什么说是无指标呢？因为昨天在群里面也有人说过了，这个指标呢都显示了历史的东西，它是根据历史的数据来呈现，在以那个现状的东西来呈现给你的。很多时候绝大部分吧，那这是我的观点啊，不代表我是准确的，但是这是我的观点，它是拿来分析历史的，不是拿来交易的。指标的真正意义呢，很多人其实是不懂的。这个指标呢，很多都是比较出名的经济学家，他一生的研究成果，他花了一生的研究，我们花几分钟去看一些数据，去看看一些教程，我们就把它用了。说我们能掌握吗？不能掌握的。还有更多的是拿来做分析的，不是拿来做交易的。你们可以去百度一下，我现在好像我试了一下，好像找不太到啊。你去 Google， 有条件 Google 的朋友去 Google 一下。大部分的指标发明者，他是不用自己发明的指标来进行交易的。那自己发明的东西都不拿来用 ，OK？那我们拿来做交易，你觉得有意义吗？那这我不是否认指标交易者的成功啊，只是对我来说这是我的看法。你们来要听我的课，那你就按照我的想法去做，按照我的处方去进行治疗， OK， 没问题的。好，第一个无指标，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图啊，我这去哪里了，哎，对，就是这个图了，漂亮吗？我觉得蛮漂亮的。那我看一下这幅图里面有多少个指标啊？指标列表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我六个指标的话，我就可以把图搞得这么花。那现在我是看不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个看指标了啊。你看这些，这个是我均线我认识的，其他的这些我真的不认识，因为我这看着一幅无厘头的抽象画。说不定这幅画我打印出来，我到市场上去卖，可以卖个几个亿，也有可能的啊。你们不要说我做的话就行了啊。那我那个 Aaron 说了，就是说一下我的一个经历啊。那我告诉你，刚开始交易的时候，我也是用很多指标的。那我指标的高峰期是多少啊？应该是60多个，70几个。到后来我的整个屏幕上什么都看不清楚，然后呢我去找那些 EA 过来， EA 过来干什么呢？就是说指标符合条件的时候给你一个提示，叮，然后我在屏幕的这个右上角里面一个数字，多少个指标符合了就可以交易。我曾经试过我所有六七十个指标全符合的情况下，
这个交易不成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提所有的指标提示的是一个历史一个东西，他对我们对将来的一个判断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那而且这么多指标影响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影响着你的眼睛，那你怎么看盘啊？你还要盯盘呢？那所以我说了，接下来我发现哪位朋友啊犯错的话，我就罚你去盯盘去了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接下来往下讲啊，在哪里去了？第二个，我还是这样吧，这样我可以，万一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中间还可以在这里提问一下，我还看得到啊。那这个 price action 靠什么来交易啊？ price action 是一种价格行为，一种行为是价格体现出来的行为。那我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啊，打拳击的话，你朝我一拳打过来， OK， 那我肯定是根据你的出拳情况做出反应了。你我打我的左边，那我就往右边躲，你打我右边，我就往左边躲，对不对？这是根据你一个price action， 就跟你市场的一个动作，你做出相应的反应，这个就是 price action。 如果卡了的话，在那个一群里面谁艾特我一下。还能听到吗？听到打个一吧，谢谢。应该没卡，谢谢那个沈清哥啊，他是我做淘客的一个好兄弟，他是我做淘客的好兄弟，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啊，谢谢。好了，知道了，大家能听见，我们继续。接下来我们拿出我们今天晚上的道具，什么道具啊？棍子，棍子拿起来。拿在你的右手，把它举高。OK， 拿棍子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有口诀，这个口诀呢很神秘的啊、大家可以把它记住，不开心的时候就念念这个口诀，然后挥舞一下棍子，你就变得很开心了。哎呦，口诀哪里了？来吧，大家嗨起来！又又 chicken out， 蟑螂老鼠避孕药。那这个跟大家开个玩笑啊，那个缓解一下这个我们上课的紧张气氛，然后给我自己也一个缓解啊。那我们拿棍子的目的是什么？拿棍子的目的是做这个，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。好了，那现在。大家拿起你右手的棍子，往左手去打去，然后用左手把它握住。右手轻轻敲下去，左手握住。好，这个就是 action， 那我们外汇市场里面叫 price action。为什么？右手产生一个动作，我左手反应把它抓住，根据这右手的动作我做出相应的反应。好了，这个就是 price action， 是吧？现在我们放下棍子，棍子等一下还是有要用的啊，打到手指头了打到手指头了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奖励你一个那个止血贴，夜用的啊。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讲我要求的第二个约定啊，什么约定呢？模拟。你看我们在不管哪个 blog， 不管哪个平台的时候，他们宣传广告是都是这样打的。你投入，比如说是$10，哇，这个点数涨上去，翻倍杠杆一加，你马上就$100回来了，你亏也就亏这$10啊，不是的。
我们90%的人都会被这种东西诱惑，然后亏损，然后爆炸。为什么？模拟它本来就是一种学习。我们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是去参军的话，参军你肯定要训练的，没有经过系统训练上战场的结果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送死。为什么？不会啊。那一样的外汇，没有经过长期的系统训练，实盘的结果是什么？来，那现在大家拿出你的，我们准备的一根笔跟一张纸。首先用啊，我这个说啊，假设我们都是用右手的，不是左撇子啊。如果你是左撇子的话，用你的左手拿起笔；如果你是用右手的话，你用右手拿起笔。OK。然后你用右手在白纸上画一个圈，好了，很快啊。然后再拿出你的左手，如果是左撇子，拿你的右手在纸上画一个圈，画好了。那对比一下，很明显的，你拿顺的那只手画出来的圈，就是比你不经常用的那只手画出来的圈要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经常在用这只手，你经常去训练你这只手。那一样呢？如果外汇市场中你不能认真对待模拟的话，那你怎么去对待这个实盘？我们前09年上课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是 Skype 上面文字交流，没有语音的 Skype 上面文字交流，然后截图，然后当时为了这个截图还找了很多工具，当时还比较落后啊。有认真在按照我的约定，我们的处方去模拟的，跟没有的很明显的，他表现出来的，写出来说出来的话是不一样的。甚至过了一个月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记录，过了一个月我还记得有一个人很懊恼，为什么？他说我又亏了。那平时你看他说的东西肯定也是牛头不对马嘴，为什么？没有模拟啊。模拟用实盘的时候每天盯着盘，然后精神注意力就根本无法集中啊，心理什么样一个情况啊，大家经历过对不对？好了，因为外汇不是赌啊，不是赌钱啊，你要赌去哪里啊？去澳门赌大小，你可能有49%的机会赌中。外汇市场的几率是多少？我们不要说单次的几率啊，为什么90%的人在外汇市场是亏的？那就是说你有90%的几率你是要爆仓要亏钱的。那我真还不如拿去赌赌大小，我还有49%的几率，我说的那个49%的几率大，49%的几率小，还有20%报纸啊，报纸通杀啊。好了，那么我们接下来讲第三点。那为什么我要求交易 hour four 以上的这个 period， 4小时以上的交易周期？那么既然是一个价格行为，那么就要需要根据整个市场的一个行为一个动作来做出反应。那我们出对手，我们打拳击，对手出拳了，还没只出了一点点，我们根本没反应过来了，没，因为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。
那我们就是等它全出的差不多了，做一个反应，我们才能看清它整个动作是什么，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。小周期就像我们的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是不完整的，那我们做出的判断就越不准确。周期越长，这个动作是越完整，那我们看到更完整的动作，我们就可以做出更正确的判断。好了，现在棍子再次出马，拿好棍子了啊，现在不用切割到了。谢谢米大可，谢谢各位帮我那个刷礼物的朋友啊，梅林啊，我兄弟啊，沈清购啊，还有 Jasper 啊，双语霸等啊。好，棍子再出马，拿起你的棍子，放你的右手，慢慢砸向你的左手，握住，握得很紧吧。好，现在我要求拿起你的右手，拿起棍子稍微快一点，往左手打进去，再握紧，什么效果啊？握是握紧了，手有点疼，对不对？动作太快了。好了，下面这个动作呢就比较危险了啊，大家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那如果砸伤手的话，这个我也没有这么多夜用型的止血贴送给大家了啊。拿起你的棍子，快速打向你的左手，看能不能抓住。好了，有的人抓不住了，打在手上了，有的人抓住了，痛了。为什么痛啊？周期太短了。周期太短的结果是什么？痛。现在只是你手痛，记住了，做短周期是你在手痛，你做短周期亏钱了是你心痛。等你爆仓了就是你菊花痛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已经用棍子打过三到四次手了，三打白骨精已经完成了。那大家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道理。什么是 price action? price action 是干什么的？然后你做短周期什么一个结果？痛，很痛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只是做了一个动作，我自己没往自己手上打啊，因为这痛呢我经历太多了，可能比在这里听课的所有人都多。这个我说过了，这种痛不是交学费的。这种痛是干什么？我等一下再讲给你们听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这个不关注数据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有交易过数据的人都知道，这个数据的影响呢是短期的、暂时性的。那有利的数据呢，哗哗哗哗哗哗，那个价格往一个方向动得很快，很可能过了几个小时它就回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决定外汇价格的市场的力量是无限大的，数据的力量短期的、暂时性的。为什么我们的蜡烛图会突然上去很高不下来，或者又下来了？说明什么？这个已经显示出数据是不是重要性。如果是数据是短期短很短暂的那种，它就不会回来了。那这个既然这个数据这个我们的蜡烛，我们的 candle 已经包含这个数据了，那为什么要去关注数据？而且我相信交易过数据的只有亏多，因为我也交易过。就像昨天 Aaron 在群里面说的，数据最好不要全打。为什么？那些大机构早就知道数据了，他早就知道怎么了，等你下单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那既然我们一开始说了，减死就去掉那个
不必要那个无谓的复杂。那既然数据不能帮助你减少损失，我这里用减少损失啊，不是帮助你赚钱啊，我们现在目标就减少损失，那就不要去关注了。一样的，我们的这个指标如果不能帮助你去提高这个学习水平交易水平，你留它干嘛，对吧？我在09年的时候说一个指标对你没有起到 20% 帮助作用的时候，你就把它去掉。但是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如果不是被你帮助有 80% 以上，你就把它去掉。没掉，你也不要说非农亏很多了。我从做 price action 开始，我就从来没有看过非农。我现在连数据出数据的时间我都不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看着市场的动作，我做下一步反应就行了。市场给我一拳，我很重的一拳，我躲就行了。大不了我跑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接下来啊，price action 既然已经是价格行为，那这种行为一定是反映了市场的全部的。所以我不希望大家去关注这个数据。那后期大家跟我去实践的时候，也会体会到这个数据的不重要性。那这个点我就一直在重复了，不要盯盘，不要去盯盘。为什么不要去盯盘？图表是拿来看的，哥，图表是拿来看的，我看了，我分析了 ，OK 了，我盯它干什么？那盯盘的结果是什么？什么样情况会盯盘？哎呦喂，不好意思啊，什么情况盯盘？哇，我就是。一个初学者会盯盘，为什么？他急着交易，急着去寻找这个信号，他不想错过每一笔交易，他想把市场上所有钱都赚好。为什么10块美金我一笔交易可以赚100美金啊？这么好赚，对不对？是。还有一种是什么？我已经有交易在里面了，那我去盯盘，为什么？我就想看着它往我想要的方向去。那我觉得你这个盯盘，你还不如去烧香拜佛呢。你要求求你啊，佛祖啊，你让我这个美金啊，什么这个伊元欧元啊涨起来吧，那不更好，对不对？你还有还得到了宗教信仰，还那个佛祖还会保佑你。你盯着盘干什么？你盯着盘，他就会往你想要的方向去了吗？会吗？不会，对不对？而且你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这里，眼睛也近视了。然后那天群里面那个谁啊发了一个那个动态表情，就和他老婆光着身子把他电脑给砸了，说什么天天炒币，屁都没赚到一个。对吧？盯盘没必要的。盯盘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东西？焦虑、不安。我相信现在听课的99%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。焦虑、不安，特别是有焦虑在里面的时候，在往你想要相反的方向去走的时候呢，你会想着，哎呀，这个是不是要止损了？是不是要止损了？往你想要的方向去的时候呢，哎呀，这个是不是要往下跌了？这个是不是要往下跌了？我要该不要出来了？这种造成的结果是什么？失眠。我也有过的失眠，睡不着。我说一下我当时体会啊，就是说，特别这个失眠会特别严重。我的生活里全部都是这个图表，全部都是 candle， 全部都是指标。躺下来眼睛也是这样，做梦也是。
梦到，因为没有稳定盈利嘛，没有稳定盈利就反面就是亏损嘛。那我天天在亏损，我就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头，我什么时候才能赚钱，想着想着就失眠了。然后结果呢，脾气变大，不爱出去社交，见到人厌烦，觉得别人在浪费我的时间，浪费我什么时间，我盯盘的时间。你盯盘赚到钱了吗？没有。那天我也说过了，在群里说过了，我一个这个物业老总是我一个朋友，他说了几点，他说我就是选好我的股票入场，然后放那里隔一段时间去看一下，然后我去看了他账户，全部都是模拟的。他说我能在模拟盘里面找到我想要的东西，我的快乐，我何必用钱去玩啊。他说钱对我来说是一样，跟模拟跟实盘是不是一样，我寻求了这种成就感，这种快感，那我在这里面就得到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盯盘有什么意义啊？好，接下来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东西了。接下来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东西了，这个呢是不混用系统。为什么不混用系统？一个系统的建立是经过长期磨合验证的，达到人道合一的一个境界的。就说这个系统是我，比如说我创造了一个系统，里面有很几个指标，那这个系统就只能我在用的。你要学可以，你要花时间去学，等你达到人道合一的时候 OK， 你可以去实盘，你可以稳定盈利。但是现在你们没有稳定，很多人不停的换系统找系统，什么样一个情况？我试了这个系统去交易商品，哦不行，这个系统是坏的，扔掉，然后再去找个系统，哦这个系统也不行，扔掉。你可能花半年时间，你找不到一个你要坚持的系统，然后等你意识到的时候，发现哎，这个不是系统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，又把以前的系统拿过来，哎，这个系统这个东西好用，这个指标好用，放上去，这个系统好，哦这里好用，放上去。那你去，你想创造一个系统，何必呢？你不如去找一个已经验证过的系统，可以稳定的系统，学会怎么去利用它，去拜这个系统的创造者为师，你做他的徒弟。啊，你又去要拜他，你去拜那个谁啊？拜郭靖去学降龙十八掌，但是你他教你降龙十八，你又再翻那个葵花宝典，那你学不会的。就像我们约汽车，对，你会开就行了。你干嘛为了开汽车你去学坐汽车、造汽车？你要造汽车，你花多少成本啊？对不对？我们系统就是一辆汽车，你要花多少时间、精力、物资去学会并制造汽车？你去用就行了，对不对？我学会开车，我最多一年时间，你学会去制造汽车呢，十年、二十年不一定成功。没有人在说话，只有我在说话啊。谢谢大富，谢谢大富，还有萍水相逢。那大家想一下这个道理，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很简单的一个道理的，我学会用就行了，学会用，好好认真的去研究怎么用，而不是怎么改。就算汽车你去改装的话，你也得找专业人士改装的。你以为你拿个胶水，拿几块破铜烂铁，你就能把你的汽车改装成一个新的等级吗？不可能的。
做任何事情呢，都是有一个从学习到复习到实习到实战的这样一个过程。外汇呢，这个金融市场呢，它本身就是一份，我们把它当成一份那个职业吧，一份工作吧，一份工作，我们要靠这个工作赚钱。那好了，那么看看我们如果平常人这个做工作赚钱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啊？这个大家都经历过啊，大部分人，我不是歧视谁的学历或者怎么样啊，我也是胎教毕业的，这个胎教毕业文凭也是那个去年刚买的啊，小学六年，初中三年，高中三年，你读了多少书，学了多少字？语文、数学、英语，地理、政治，好了，接下来干什么？接下来高考，我的高考图片呢？哎，高考图片我忘了放进去。接下来就高考，参加高考，上大学，这里就是四年了，这里六加六，十二加四十六，然后大学嘛，我去实习。去把我学到的东西去实践，也许能得到单位的承认，那就提前招入单位了。那不能得到大学承认了怎么办？求职。16年的学习，辛苦学习，换来一份什么？换来一份可以谋生的工作。16年的学习换来一份谋生的工作。你学外汇几天你就想实盘，就想赚钱，白日梦。你看这个国就在做白日梦，如果你现在还在做这种梦的话，本命年。所以呢，我们群里很多朋友呢就着急着让我去教你们技术，想尽快的干什么？想尽快的去实战锻炼赚钱，这不是短时间里面能学会的一个东西。为什么？我给你一个东西，很多人都说哦 ，Robin， 我看过你的视频了。打个比方 ，Mr. Lee， 他说我看过你的视频了，我看了很多遍了，看了不等于你会，你会不等于你能运用，你运用。不等于你在外汇能赚钱，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。今天也有一个朋友哈，他是2005年开始接触这个 RPA 的，那等一下最后我把这个我跟他聊天记录拿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我希望大家记住这幅图，外汇不是几天就能掌握。你现在要跟我学，好，把你之前所学的任何东西，包括 RPA 的东西，你把它放下来，从头开始学。也不要期待着你现在在群里面你发张图给我 ，Robin 这个图怎么样，线画的怎么样？我能怎么说？因为我还没讲到那里。然后这是你自己看的一个东西，我不知道你能掌握多少。不要着急。小伙伴们，不是几天能掌握的。你看那些武林高手都是练了一辈子，还略有小成。你看那个，想到那个周星驰，那个叫周星驰那个《鹿鼎记》，不是被那个红花会那个叫冯熙官抓去再练吗？第二天就要进宫了吗？他说这本是目录。然后真正的秘籍是一堆在那里的，那些秘籍才叫心得。好了，刚才我们说了，我们亏的钱去哪里了啊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亏的钱去哪里了呢？哎，这里，那你投入的资金流向去哪里了？我们简单来说，我们。现在直播的多少人呢？我看不出来啊，那个反正蛮多的，打个比方100人吧，每个人投入1元，
一块钱，90个人出场的时候包摊了，口袋空空0元出来。有5个人出来的时候每人口袋里有1块钱，就是不亏不赚。真正的95块钱去哪里了？就那5个人的口袋里。金融市场永远只有5%的人，甚至更少人持续盈利。为什么？铁打的事实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带着这个问题，带着这个问题去继续我们今天还有以后的课程。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今年的交易心态啊，这是就是那个我刚才说了，先不讲这个吧，好吧？那现在大家拿起你的水杯，喝点水休息一下，好吧？2分钟时间，我也在这里。大家现在到现在有什么问题，可以再直接问我。是的，玛利亚 Black， I'm Robin， 你可以对比我的声音。那我在那个一直播的时候，那二维码也有我的照片，跟09年的是不是一个人？谢谢那个祥子还有八戒送出的礼物啊。那大家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现在可以，我有3到5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问。双语爸又送出一个什么，这个是草莓。Price action 可以用在任何的市场，可以用在任何的市场，任何的金融交易市场。那我其实可以说 Price action 可以用在生活的每一个地方。那个谁啊，开野马暴走的无敌钢铁侠看着盘面老师说说盘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说了这么多道理还不懂吗？我觉得蛮失败。课程呢几个月啊，课程几个月，我会这直播课程我可能会一直讲下去，一直讲下去。为什么呢？之后喝水的声音没事。课程我要持续下去，然后我尽量的在春节后吧，每天的中午大概1点钟，就是我看盘的时间的时候会直播半个小时。课程呢我可能安排是1个星期2节到3节吧。我说了姐们哥们，外汇不是几天您能掌握的，其实我这个不想打击大家，也不是你几个月能掌握的，也有的人几年不能掌握。ABCD 呢，这个我们啊，拉钩嘛，拉钩嘛，刷说舰艇过来，火箭有没有？那我先抽口电子烟啊。在天花板很近，但是力度没有的话可以下单吗？玛利亚 Black， 我都说了，放空你自己，放松你自己，不要再看盘了，好不好？那这个你这个问题问的很好，但是现在盘不合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知道你学到什么程度，到底学好没少，真正掌握了没有。男人不抽烟，白在十三天；男人不喝酒，白在十三州。说起于谦呢，那个郭德纲，于谦是我最崇拜的对象，是我的偶像。郭德纲，我是从98年开始听的，那时候是我人生的一个低潮期吧。然后我呢，一直听着郭德纲的相声，到现在我睡觉必须要听，不听我不快乐。对，什么都忘记，那个郭说得好，什么都忘记。
这种忘记呢，你是只要你刻意去做，刻意去做哈，你就能忘记。为什么我刚才放了那首爱片加爱呀？为什么爱片才会赢？你要有决心啊。良人归来，良人归来，我记得你第一个给我刷礼物的，我在测试的时候你就给我刷了啊。那个如果想听我的故事多的很，那你得坚持听我讲课，然后按照我的处方来，我有很多故事讲给你听。我今年啊，我今年18，明年我17。好了，我们不吹牛了，我们继续。那水喝好了吧？水喝了吧？水喝好的话，我们现在就是继续讲课啊。我是一个很另类的一个讲师，我不会像其他老师那么古板。很多人上过课程都知道的，好玩搞笑 OK 了。交易走过来听 Robin 字字珠玑啊。我告诉你，你说我奔四了，我永远都是九年前，懂了啊，9年前。明年我也是00前了。这样我们还是继续那个玛丽 Black， 我们不问这些我们这次课程讲过的任何东西好吗？因为这个你问的这些东西呢是正确，但是我不希望你现在问，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学过，没有学透。那这次我代课的，我希望把这些东西都教透学透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。那大家再看一次啊，不要认为你几天就能掌握。刚才玛利亚 Black， 你记住了啊，你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外汇不是你几天能掌握的就能赚钱的。你有这样想法，想尽快实盘，尽快去运用这个一个一个系统，一个运用这 price action 去实践的话，白日梦，本命年动物的白日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几个经典的交易心态啊，看看你是哪一个，或者是你哪一个都有。刚开始包括我自己都是一样的，什么都不懂，那做着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或者打着一份稳定的工，看到那个网页的宣传，说你投入10块钱能赚多少，亏损才困难。我想这个10块钱能赚100，10块美金赚100美金的话，那这个是1000%的盈利率。我只要投资投入一，我可以赚，投入十我赚100，然后亏十，这个太容易了吧？那我当时我运气也很好啊，我当时300美金，我2个星期做成，我记得是3000还是3500吧，运气很好啊，什么都不懂，但是。死得很惨。然后大家说了，还有一种就懂一点，这个是一个阶段啊，第二阶段了，你投入之后亏钱了，懂了一点点，然后去到处学了，学东西了，这里学一点，那里学一点，到处找系统，到处不停的更换系统，你想把天下所有的系统的优点都集中到你自己的发明的系统里面去。第二种，现在群里都有，一直都有，用着 price action 加入你的均线，加入 RSI， 加入 MACD， 加入 Bollinger Band。哦，对了，我想起来是那个叫 Bollinger Band 的这个交易者，他是不用这个 Bollinger Band 去自己去交易的。第三种。这是到第三个阶段了，我们怎么说呢？拿股票来说吧，股票很经典的，因为去年前年我有在教别人在做这个股票，所以我用这个例子比较合适吧。股票在跌的时候，大家都在想，哇，到底了，我要投入，结果还跌，哎呀，又跌了，我要投入，一跌再跌，一跌再跌。
结果套牢，结果那个融资的跳楼，家破人亡。相反，盈利的时候，价格往上涨了，哎呦，要升到顶了，我得出来，也或者出来一波，哎呦，又要升到顶了，结果价格升得很高，哎呦喂，我这个出来太早了，后悔啊！那这个就是心态，这个就是拆顶拆底的心态。那以后记得我以前也讲过哈，市场在上升的时候，你卖出只有一点是对的，哪一点？最高点。你这几率是多少？市场在下降的时候，你要 buy， 你要买多做多，只有一点是对的，最低点，其他点都错的，多少钱？到最后，经过这三个阶段之后，到最后，他母亲的亏了这么多，我这一把就下去了，赌了，是 OK。放狠赌一把，这叫报复市场。结果爆仓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为什么？赌性来了。我记得2015年上一次上课的时候，就好就有人这样啊，就有人这样，就是说一直在听课。一直在试盘，一直在爆仓，亏了就急着想赚回来。那如果你不能做到稳定盈利的情况下去，或者是稳定不亏损的情况下，你很容易产生这种情绪的。只要你不稳定亏损，你很容易去报复这个市场。市场的力量就好像大自然的灾害一样，你人力是无法跟它抗争的。理性一点，你没有那么大力气，我也没有，银行也没有，只有市场有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跟我们这个 price action， 或者说 RPA 呢就是 Robbins price action。 那这个是那个各位朋友对我的一种承认，在这个 price action 上加上 Robin， 因为我的 price action有很多我自己的心得，我自己的东西在里面。那 price action 能学到什么东西？我们刚开始就四个词。第一个简单，放弃所有无用的东西。无用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啊？指标是迷惑你的东西，它是显示历史的东西。数据已经是被我们的 candle 重复的东西。简单，为什么简单？我们简单，因为只有一个信号。我现在只有一个信号，当然有很多种分支了啊。Pimba 就是皮诺曹的这个鼻子，我们交易这个 Pimba 鼻子，我们就叫鼻子。我记得上海有一个朋友，他的网名就叫大鼻子，他是我唯一见过靠看我的视频。可以做到稳定盈利的，是唯一一位完全自学的。他给我看了他的交易记录跟资金的这个曲线图，我全看过。他是我唯一，也许其他人还有啊，但是这位朋友的名字叫魏立超，他是上海人。所以刚才我在我们这个听课朋友里面看到一个。个鼻子啊，看到一个大鼻子，我就问是不是他了，因为我跟他好久也没联系了，所以这个朋友我看到鼻子就想起他了，大鼻子，他的网名就叫大鼻子。那我们唯一的交易信号就是大鼻子，简单一个信号。还有一个什么东西？我们的银行线，一条线，横线加鼻子，这就是再加这个蜡烛。这就是我们所有全部的东西了，简单吧？不对，这个是明显啊，明显就
我们这个银行线呢是画在明显的位置，一眼看过去的位置，这个以后会讲，大家不用去纠结，不用去提问，因为我还没教，对不对？我还没教，我只是给你们看一下，我这有什么东西，有明显的东西。那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的一个东西。还在吗 ？OK， 我刚才听到我的那个 MT4 掉线了啊，掉线了，我怕影响大家直播。第三点，自信，什么自信 ？Confidence，self confidence， 没有自信，你在任何行业都做不好。我要求大家有什么自信？不是说当自信我能，我现在马上明天就可以在外汇上盈利，而是说现在不要养成这种自信，我可以做到简单，我可以做到很简单。好了，接下来拿出我们最后一个道具，什么镜子？有镜子拿过来，没有镜子的，打开你的手机自拍，摄像头朝着你，当镜子用。这个练习我希望大家每天都做，养成一个习惯21天。心理暗示练习也需要21天。很简单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心理暗示的一个东西啊。我跟大家说过，我也在培训小孩，而且我的收费是非常贵的，培训问题小孩，问题越多我愿意培训。我给他们做的一个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心理暗示练习，21天后整个人都是改变的，完全变了一个人。那么我今天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每天做这2次练习啊，对着镜子说，我要清空，我要简单，我要坚持，越大声越好。我要清空，我要简单，我要坚持。我要清空，我要简单，我要坚持。我要清空，我要简单，我要坚持。好，现在大家自己对着这个你的镜子或者你的手机说3次。好了 ，OK。那么最后一点是什么 ？Press action 会给你们带来快乐。什么是快乐 ？Happy happiness， 快乐的学习，快乐的 morning， 快乐的亏损，快乐进步。那学习，那现在我们在学习一个阶段啊，大家也在听我的课了。有的人觉得，因为罗宾讲课跟别人不一样，有点搞笑，很幽默。有的人说，罗宾这个讲的真的是不好，为什么？我想学的东西都没有教我，我想要学的，我在他身上，在听他这节课，我想要的东西什么都学到。他没有教我划线，他没有教我看什么是 PB， 他没有教我止损。OK， 你首先要让自己快乐起来，跟着我的节奏走。我已经把这个厨房开出来了，我已经把这个厨房开出来了。你要让自己快乐起来，你一旦你快乐，可以快乐起来，你就能快乐的学习，快乐的模拟。我2次过去几次上课呢，大部分人都有这种心理状态，就是说我在模拟的时候，我好紧张啊，好紧张啊。那这个就是我要的一个状态，这说明你已经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个模拟了。其实你如果真正的专心的跟我去完成这个课程，那
或者说开始这个课程，你慢慢的也会把模拟当成是一种快乐的模拟。快乐的亏损，为什么快乐的亏损？今天有人在群里说了，哎呀我心情糟透了，我亏了。 Aaron 就说了嘛，亏了就不开心了。计划内的亏损你应该觉得快乐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去执行你的计划，你有这个执行力了，我感到快乐。为什么？我严格去执行我的方案，我的计划，快乐的进步。什么是进步啊？就提高了。做完上面这个是一个过程，一个过程的，等你完成学习模拟亏损，那你就会进步。进步的结果是什么？少亏损，不亏损。亏损肯定不开心啊，亏损不会不开心的。那这只是你心里还没有调整过来，所以让你按照我的处方去走啊，按照我的处方去治疗，那个 on the way， 对吧？亏损，你能做到亏损可以开心的话， OK， 你的心理状态已经非常稳定了。我们现在群里有职业的专业的交易员，有 broker， 有平台进来的，有工作室里面的，只要他在稳定盈利，他的亏损可能亏十笔他都是开心的。为什么？很严格的去执行他的计划。如果你不开心，好了，我给你又一个处方了。如果你不快乐，放下实盘，加入我们的快乐交易 on the way。 这个是对你说的，也对现在听课的或者是会看到我视频的所有人说，你不快乐放下是，加入我们的快乐交易。我们交易是快乐的，没有一个人会提出这种大象吃苹果钓鱼这种理论的，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你外汇里面说谎也是会长鼻子的，这不快乐吗？很开心啊。Aaron 啊，继续下一个。那来听课的，来听课的啊，来听课看好了啊，这是我每次上课第一节课都要说的，50%的人是跟着做来赚钱的，他会认为 Robin 是个验证过的稳定盈利的交易者，那我去跟去他的群里看他去交易，我跟着做我就赚钱了。 No。不行了，30%的人边学习边实盘，最后放弃了。为什么？从头就说了，实盘给你带来的什么东西？你如果没有稳定盈利的情况下，焦虑、不安、失眠、脾气，对吧？那你就没有这个心思去学习了，因为你根本不能专心，不能专心了，实盘了。看一下盘，哎，再回来听一下课。哎呦，这里又掉下来，我先看一下课，听到这里，哎呀，不行，我要听一下课，摇摆不定，何必呢？对吧？等你模拟可以做到跟实盘一样心态的时候，那你自己都不想看盘。10%的人坚持学习，坚持好好学习的，过早实盘。为什么说过早实盘？刚才我都说了，你找一份稳定的工作需要16年，外汇你想几天你就去成为一个你能养家糊口的工具吗？可能吗？不可能。过早实盘，你的练习不够，不行。你看看吧，我们打仗的话，入伍的新兵是绝对不会拉上战场的。为什么？实战经验不够。
只有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才会拉上战场，才会去抗洪救灾。那你交易紧急吗？不紧急啊，你少交易，你现在这个阶段去交易，少交易一点，你就省下这么多钱，省下即是赚到，省下即是赚到。这是我做淘客的时候跟别人宣传，省下即是赚到啊，对吧？你既然要学习了，那达到一定程度了，你再去实盘，对你有好处，对学习是一种尊重，对我 Robin 也是一种承认。最后 5%， 5% 的人呢是学习值，正确操作是一种个性的问题，是不是说这个人不肯努力，不是说系统不好，而是不适合。就好像我说过了，天生有一些人他只会学数学学得很好，他英语学不好，英语学不好偏科。那一样的，我的 RPA 你可能学不好，不是说你不好或者我不好，而是这个不适合你。比如说 Miss Lee 你在听的话，你在听吗？ Miss Lee 学了两年了，那我看他说的东西打的字啊都非哎对在啊，我这个不是批评你或者怎么样啊，我只是从，可能你是因为没有，你可以继续尝试啊，你可以继续尝试，至少，但是就在我目前来说，你这两年学的东西学的很到位，用的很不到位，我觉得这个是你是属于这最后 5% 的人，是学习坚持正确操作这个系统不适合你，或者你不适合这个系统，这不是批评你。也许是因为你没有进行一个系统的学习啊，没有系统学习呢，就变成一种很多信息对你是一种干扰。那我希望你可以好好放空一下，你的学习能力很强，你的理论知识很强。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，我希望你就是说可以跟其他人一样，好好去放空你自己，好好放空你自己。我们从头开始。那我也会特别的关注你的，我特别关注你的，好吧？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今天有一位学员跟我的一个聊天记录啊，说着说着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。我以为，其实我备课的时候很紧张，我怕我写的东西根本是不够讲的。哎呀，去哪里了？来这，这里，这个是什么？对，能看清吗？我读给大家听吧。能看清吗？这位朋友呢，他说那个我记得他一直都在 Q 群里面的。这位朋友，我在今天在那个微信群里也发了这个截图了。他是15年12月份进群的，然后他看了我的视频就上手了。他觉得 Robin 说的有道理。Robin 是个大神，他说的我去做我就赚钱了。那这就是我们说了学习没有到位，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他怎么说的。他说16年10月才放下重新开始，在这里自己乱摸索。他说了，因为我也说过，我说你现在你学的这个工具啊，你学的这个 RPA 就像你的刀，一把刀，你要用这把刀去杀牛，你这把刀还没磨好，你去杀牛，你一刀捅不死它，这牛把你捅死了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他稳定，稳定亏损，盈利就没有缘分进群里。那这就我看看说，你找我，你为什么来找我？因为你亏损，或者你有其他目的，其他目的我等一下说啊。现在从大亏到小亏，对，最近3个月不亏，
16年10月份到现在18年1月，一年多做到不亏。那我预计这位朋友3到5月之内可以实盘稳定的盈利。他让我当反面教材，那我这次踏踏实实学习，也没有报复市场的心思。这个是在我提出这个报复理论，今天晚上讲报复理论之前他就说了啊。好了，那大家可以体会一下，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有好几年交易经验的经历者了。在我的课程上四步，第一个我不喊单，喊单是一种害人的行为，大家都经历过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经历过，喊单收你30块50块一个月，然后给你信号让你去做，给你信号，或者是说喊单让你入金入个20万，然后喊你快点下单啊，你这种信号你不做，你就是一个蠢货，你就是个傻瓜，你看我们都在赚钱了，对不对？我叫你做你还不做。好了，目的是什么？很明显的，我自己都经历过，不要说你那个爱阳光学习啊，爱阳光自学啊，我自己都经历过，自己都经历过喊单的时候，如果出了一个信号他漏过了，哎呦不好意思，刚刚我在喝水没看到这个信号啊，你们入了没有，这是符合我标准的。或者是哎呦呦不好意思，我看错了，你们这个损失了没有，损失了这个我刚才是这个消息这个基本面啊，我这个消息看反了。过了一会哦，你看这个虽然我看反了，但是怎么你看现在又走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国内贵金属都是喊单坑人的，不止贵金属啊，股票也是的。那其实我说一个简单例子，包括我们的做股票的很多人就是消息股就是喊单，属于喊单，所以我不喊单。喊单首先对你们没有任何好处，为什么？你们学不到东西，学不到任何东西，你们不理解，你们靠别人吃饭，就算是别人喊单喊对了，而且你们能不能像我一样经历10次连续亏损？不行，我要喊单喊2-3次亏损了，你就受不了了。对，这个心理上有影响。第二个，不推荐平台，不合作。你也许遇到过很多这种金融教育的讲师、老师给你推荐平台，那让你去入金。那我才说那个预告这个直播几天，有5到6个这个交易平台找我合作，让我提点最高的 5%， 5%入金的 5%， 然后每一笔交易我都有点数。我不推荐平台，我不合作。如果我们现在听课的里面有 broker， 那谢谢你的好意了，那这种事情呢我是永远不会做的。3大毒瘤啊，最终喊单大部分喊单的吧是自己不做单的，他靠的是你们那个的亏损，或者是说你们的交的每个月交多少钱呢，那个不赖单。我不希望任何人在我的群里晒单，算你的交易或者怎么样，你的一笔成功交易会吸引很多人的眼球，很多人会对这个学习产生动摇，认为你的系统是好的，
他们不知道你花了多少时间去实践这个系统，只是盲目的看到谁赚钱我就跟着谁走，或者说我 Robin 赛单给你，你们哇大神啊什么用，除了对我一种叫什么，你叫崇拜吧，说崇拜吧啊，一种那个莫须有的崇拜，对你有好处吗？你会让你头脑发热，让你神志不清，迷魂药，或者我亏损的能晒出来又怎么样，你们会对这个客人失去所有的信心。不强迫什么东西啊，我不强迫你留下来跟我学习，如果你觉得没用 OK 你跟我说声再见，那我们好聚好散，你不需要去说一些反对的语言，因为我也是不收费的，对不对？这里我也谢谢那天给我刷礼物的这些朋友啊，名字我就不一一报过来了，那你们给我刷礼物是对我的一种承认，但是我不收费，我也不会强迫你们去学习，你们也不要带着其他目的来我群里去干其他事情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已经讲了1小时15分了啊，那接下来我布置一个作业，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作业，很好玩的，那希望现在大家已经全部放下实盘了啊，把模拟盘已经开好了，我本来模拟盘是开在 OA 的 ,OANDA 的，因为我自己做交易的平台就在这边，不是因为别的，是因为这个它的交易点数啊可以很方便的控制我的那个risk, 就是控制我的那个风险，模板过来。我今天要布置的作业是什么呢？大家看仔细了啊，在所有你关注的货币对里面做 buy sell 各一次，就是同时做空做多一次，止损20 pips, 止盈40 pips。不要，我们这个只是做一个这个好玩的东西，很好玩的。那在我下次上课之前，希望大家每天都做，好不好？我要看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结果的。然后这个怎么操作呢？比如说我现在在 EU 嘛 ，EU， 那我开一个行进单。Buy, OK, 行进单 ，Sell, OK, 然后显示终端，那我这里就两笔交易了，那我价格稍微有点区别了，那我就以我这个自己成交价，那我这个 Buy 的交易的成交价是多少呢？这样就行了，这里是40，OK, 这里也是我不是用这个 MTF 下单的，所以我对这个整个操作平台也不是非常的熟悉。怎么去修改这个止损指引呢？这里一线20 40，复制。那我就大概这样说吧，我们在你所关注的任何一个所有的那个货币对里面，
都做这样一个，因为这个是我新开的图，我还没来得及换过来啊，做这样一个随意同时下单一个 buy 一个 sell， 然后止损止盈都是二十点，止损二十点，止盈四十点，明白没有？所有的货币对，包括你看我这里拉出来几个，我是随意拉的，我这些都因为这本来是用 OA 来，我是用 OA 来看图表的，但 OA 这不能做双向交易的，所以我又开了一个FXDD 的那个 demo。那这个，然后你们在所有你关注的货币对里面做这样一个练习，到什么时候呢？到什么时候结束呢？比如说我这个115两笔交易全部都出场了，不管是止损止盈出场了，我再继续做这样一个东西。好了，明白没有？明白没有？明白了，打一。超级玛丽，你不要发表你自己的言论。二十点止损不够，这个是不是你所关心的一个东西？我说了，我开处方有这样一个道理，你就照着我的方法去做，好不好？你不需要去说够不够。够不够不是你关心的一个东西，现在你也不需要够不够。OK 了，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讲课东西就暂时到这里，然后对了，还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说我做了这个，每天看盘时间是多久呢？每天看盘的时间就是做这个练习啊，其他东西都不要去动它了。你之前的系统，你要跟我学的话，好好跟我学的话，你其他系统也不要看了，包括 RPA 你们学过也不要看。那我现在就规定你们看盘时间可以几次吗？两次到三次，两次到三次干什么？就是看看交易结束没有？什么叫交易结束了？就是说我这个我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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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笔交两笔一个 buy 一个 sell 如果都出场了，那我重新再下一次一个 buy 一个 sell。那么今天是周三嘛？周三你们做好了这个练习，几个队大概10分钟左右，你们大概都完成你们操作这个 MT4 的那个平台比我熟悉的，然后再去就去睡觉了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给大家大概10分钟的时间，有什么关于今天的课程的问题，或者其他的没有跟交易无关的问题都可以，好不好？10分钟。玛丽 Black，我说了很多次了，这个问题我们还没学到，你先清空你自己。我们不，现在不关心这个，到时候我们讲到了再来讲，好不好？玛丽 Black，现在不回答这个问题。剑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人自贱则无敌，快看。Mr. 向日葵，我不是说不做数据，或是不看数据，没有让你出场，没有。过来看看，我都说了，我现在只是让你们用 FXDD 来模拟做这个练习而已，几天？3、4、5、3天。躲在被窝里的不用做了，不要被窝里也不用做了。模拟平台我是会在。公众号的时候，发给大家的。我现在用的是 Onda NT4，GMT 减五的周期。
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只要完成这个练习都可以。那个，这个叫什么闰土还是连土啊？我这个上次说过了，我高考语文不及格，这个字也不太认识了。现在可以下单，Aaron，Aaron 现在可以下单。那个花开满城香，那个 buy 一次，sell 一次。Miss 向日葵，非农，我从来不看，从来不看。因为这个数据呢，这个数据你从之前的价格行为上其实都反映出来了，一个不好的那个经济环境，那之前的价格都是已经在有一个趋势在那里了。非农的数据只是以前数据的一个总结，我们没必要看的。基点，什么是基点？不明白，我这个没学过这个词，比较复杂。拉拉无罪这个练习呢，我们做3天，做到周五收盘为止。然后，如果周五的时候还没有结束呢，那就一直持续到它的结束。缩水，脆脆，缩水很正常，缩水很正常。那不缩水，你缩水很好啊。下次上课时间我暂定在周日晚上吧，好不好？因为周五我一般去，周五晚上我要踢球，周六呢家庭日，周日呢晚上呢，周日晚上我就比较有空，这样2节课比较那个，而且周日你们不看盘，我讲的也安心，你们听的也安心。三土豆随机做，我现在没有讲过鼻子，你们忘记这个鼻子这回事，我没有讲过什么是 PB，什么是 PIN 吧，都没讲过。什么点差是20个点，什么平台点差是20个点啊，人生。拉拉无罪是被系统平仓之后，就是说你这个干好之后就不管了，buy sell 各一单，with 20 pips stop loss and 40 pips take profit，全部出场之后。你们提问的时候，我应该把这个画面放到哪里呢？放到，对，这个画面，放到这个画面，然后我再看你们的提问。老板之前的视频都有主题，第一个的核心是什么？第一个核心，我今天的核心就跟你说了，看病啊，我给你现在给你开处方了，接下来就治疗，还有10点吗？可以早点上2节课，不辛苦老师。2节课，向日葵，我跟你说了，那个这个学习的过程，也循序渐进的过程啊，并不是说你学的越快，你学会越快。看书是一样的，不是你看过书你就懂了。不是你看过书就懂了，而是说，你要去理解，你要去理解。我这节课肯定很多人不理解，90%人不理解。下多了那个趋势猎人下多大量啊？趋势猎人是第二个给我帮我送礼物的朋友，谢谢你。下多大量，全部平均就行了，每一个都是一样的就行了，默认。Aaron 需要所有你关注的货币。怪咖，对的，当快则快。那个学习这个东西，外汇交易东西越快越不好，所以我的交易周期也慢，我的学习进度也慢。这不表示我否认那些可以在15分钟、1分钟、1个小时去可以盈利的。其实很多人知道我做这个练习的一个目的，但是我不说。随便你开多少，on the way，随便。对，欲速则不达，容易走火入魔。走火入魔之后，你会对这个系统失去信心，因为你会过早的试盘，你理解不了这个东西，你到现在还不理解，很多人还不理解，外汇几天就能掌握，就能赚钱，你很多人还是不相信的。那我。
这个良药苦口，良药苦口啊！我 Robin 不占你们实盘，为什么请你找其他任何一个老师都会占你实盘？为什么？你们都明白的。为什么我从09年开始到现在，我见到每一个做金融交易的人都不让他去实盘？为什么？我另类，对，很多人会骂我，很多人会骂我，包括我们现在直播的一些 broker， 对不对？电脑的说话不了，打字，打字有啊，打字应该有，有个互动消息那里应该可以打字的。哎，电脑可以的，刚才我看到他们截屏都有的。好了，最后一分钟，大家还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怪咖，不要给我看任何书，我不看别人的书，因为我有自己的见解。超级玛丽那个 OA 模拟不是不稳定啊， OA 的模拟账号可以一直开着很久的，你可以这个好像是永久性的那个模拟账号，因为我一直都在用，我经常也开一个小账号或者开一个大账号。人生皆博弈啊，你这名字改一改吧，好不好？简单人生，好不好？我帮你改一个，人生皆博弈啊，20个点不行啊，你是为什么不行呢？为什么不行呢？我不明白了。调性严重啊，那没问题啊。那个超级玛丽，你可以换一个你想要的那个，你觉得操作方便的一个平台。是标准点，什么是标准点？我不懂，我知道 Pips。那他画个圈圈诅咒，我就画个叉叉去诅咒他，不就行了吗？你那个人生皆博弈，我首先要求你第一点把名字给我改掉。这个人生皆是赌博，这个本身就是不好的。一个名字很重要。比如说那个我的名字叫陈延伸啊，延伸互保解君仇，人家一看就知道我肾亏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说的 20 pips 是什么，我给你看一下啊。有市场报价对吧？你看我这个平台的点仓，比如说 EU 是那个两点嘛，一个点后面零，后面第五位数，这个小数点后面第五位数就不算了。如果你看交易的话，比如说我是07入场的，那我只20 pips 就是这里了，20了，就是11980，这里40就1247是吧？七了，12047，明白吗？那你要根据你的那个显示市场数据中断这里，我的交易呢？我的交易呢？哦，这是 OA 的，不好意思啊，这里，那我要根据我的那个，刚才已被踢出去一个了啊，踢出去一个了，那我已经被踢出去一个了，而且你们看这个是个 PB 啊，很多人做了，如果现在过早用的话，你去交易这个 PB 你要亏钱的。那你现在我比如说我这个我的价格是什么？我交易的价格，这个是哪个是我交入场的价格？这个吧，05吗？然后就是说我如果是05的话，我20个点 stop loss 就是11985，那止盈的价格是12045，明白了吗？
那个 Mr. 向日葵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复盘不推荐，复盘不能加快你的学习进度，没有用。都说了，学习是一个学习一个过程，一个过程，不是你几天能掌握的。你想想，你能不能？你现在你抛弃你的外汇的东西、师范的东西，你去参加一次高考呢？你能不能复盘？复盘有用吗？你基础都没打好，复盘没有用。你只有学了小学6年、初中3年、高中3年之后，你再去做其他年以前的高考试题，这个叫复盘。对了，超级玛丽，是的，超小数点后四位算一位，对啊，对啊，对的，五位的 O，现在我记得好，OK 了，晚安了，晚安了，那我今天的课也讲到这里吧，大家坚持锻炼，有问题的话在微信群里面留言，然后这个是我的个人微信号，你们可以加我，然后这个是公众号。这个我们 RPA 的公众号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我们很多的通知啊，都通过这个 RPA 公众号来发布的。然后这个是我的个人微信号，微信号，如果你介意就不要，因为我有很多逃课的东西发在我的朋友圈的。啊。好，音乐再响起来，一个音乐的时间，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课程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那我们下一节课带来新的话题，我希望你们带来崭新的面貌，放空自己，清空自己，带着快乐的心态来上课。音乐响起来，谢谢阳光执着，听一首。我们不一样。这么多年的兄弟，有谁比我更了解你？太多太多不容易，磨平了岁月和脾气。时间转眼就过去，这身后不散的宴席。是的，是的，这个是我的微信号，这个是我的微信号，大家放心加。那这个我经营很多行业的，很多行业的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那个爱阳光，你现在不亏损是什么样一个情况？稳定不亏损了吗？重播随时可以看，等我结束之后你马上就可以看。No worries，安九盖盖。感谢晴天，感谢晴天送出的这个到底是星星还是内裤啊？超级玛丽，可能你那边不太稳定啊。一就是它每个手速都一样就行了，你失手全部都失手。OK，恭喜你，爱的阳光，爱诺阳光。有盈利就是这个是一个过程的，恭喜你，爱的阳光。网络不好，可以下次尝试用手机看。用手机看，那我现在再把这个我的微信号和我的公众号放出来，赶快关注公众号，接受我们的下一次的通知。然后有一些技术上的分析我也有会，
发生的话，但是在我们开始真正的模拟之前，我不会去发这些东西。你们也不要跟我提问这些专业的东西，因为等我们上课之后，如果有不明白的，你们都可以跟我。对对对，这个拉拉舞队，每一个货币队都开多空，你关注几个你就开几个，就是说每个货币队开一个空，开一个多。不需要实名，大家把昵称改成一样就行了，这样方便我关注每个人的不同进度。好的，九月的八，我看到你的练习了，那个十方。那个谁啊，为什么有两个，那个 Hunter 是谁啊，对冲单这种理论在我的这里没有的，我就一个buy一个 sell， 一个同时的buy一个 sell。 对冲单你这个概念出来，好多人都会去查什么叫对冲单，因为人家不懂，这就浪费时间了。我说一个buy一个 sell 就能解决的事情， OK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网站送出的礼物，还有你不需要来谢我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然后大家去遵守我们的约定。